观众朋友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，我们一直在谈佛法里面的八苦，也就是生老病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，以及五蕴炽盛苦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以为，就说佛教一直在讲苦，那么是不是代表佛教徒都是逃避现实的、出世的、消极的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佛法里面谈到人生有这么多的苦和八苦，那么是不是代表着佛教徒就是说要离苦得乐，就一定要出世、消极、逃避现实？苦是辛苦，这新的观念呢，如果弄不清楚，也就是说观念不正确，它是以自我中心为主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了作茧自缚，就会变成了自找麻烦。所以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。一般的人为什么叫做凡夫俗子啊？那就是因为常常在庸人自扰。其实所以苦的这个字啊，好像是感觉上这是一个一种味觉，比如说尝到一个苦的味道啊。其实我们现在佛法里讲的苦啊，并不是一定是啊在知觉上的，而是在观念上的。观念上如果很清楚很明白，比如说照见五蕴皆空，也就是说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因缘合合而成的一个东西，这是暂有的、暂时有的，并不是啊这个不变的。如果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，大概就不会啊苦苦的在那边呢、啊、自我挣扎。有一点像什么，一个人自己讨厌自己的影子，在阳光底下走路，或者是灯光底下在活动，因为有身体在，你这个影子一定跟着跑的吧，想要逃避自己那个影子，更多自己的身体，那这个就是很苦了，怎么驱除也驱除不了的。你主要在阳光底下或者在灯光底下，你有身体在，影子一定在的。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，即寿命这个现实的生活，还有呢如何的改善面现实的生活，那现实的生活之中啊，你必那么忧虑啊。所以这苦的意思呢，实际上是忧悲苦恼，这些都是呢人的一种情绪的反应，情绪的反应是从观念产生的，并不是啊是，所以就是好像一成不变的，就是跟与生俱来的，不是。是。那么如果这个观念改变，那苦的事实是不存在的。是。苦难有灾有难，不一定是苦。是。比如说我们心甘情愿的为儿女做奉献，心甘情愿的为你先生奉献，或者是有的人呢心甘情愿的为自己的家人奉献，为理想奉献，为理想奉献，或者是啊、哦、他不觉得很辛苦，就是比如说为信仰而奉献，为他自己的这个愿心而奉献，那他不会觉得很苦，觉得工作的非常这个有意义有价值，而且呢好像是非常踏实。虽然是一样的辛苦，就是心中如果没有一种啊觉得自己不希望接受，不应该接受，我不愿意接受，如果有这种修养的话，苦这样的事实不存在。是。那师父的意思是不是说佛教徒因为比较明了这个道理，比较明了苦事实上是观念造成的，所以反而不是逃避是现实的，反而不是消极的悲观的，非常的明确的，我们
知道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，他已经离苦得乐，得究竟乐，离开了世间的苦，但是呢，他并没有抛弃这个人间，反而更深入的在我们的人间呢，是在救苦救难呢。那么这个呢，他就这个把它介绍成了是这个菩萨在人间，他不离人间，而只为人间呢救苦救难。那可见的就是说，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信仰佛教的话，这个人他自己不会消极，不会悲观，不会逃避现实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实没什么可怕的，是现实没有需要逃避的。如果说是逃避现实悲观而觉得很可怕，这个因为认为现实很可怕，那这个不是，至少不是大乘的佛法。大乘佛教的佛法具体是入世的。这个里边呢，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谈过关于入世、出世和念世这个三个名称。这个一般的人呢，所谓入世实际上是念世，这个贪恋的恋，这个是念世，而不是真正的入世。贪恋世间的虚名福利，贪恋世间的这个男女的情爱，以及贪恋这个世界的呀种种的这个虚幻不实的一种享受，这个叫做念世。如果说真正的一个菩萨的话，他是呢入世而不念世，这个就叫出世。在世间不被世间的这个种种的物质的诱惑所困扰，或说诱惑说啊这个淹没了，那么这些人这是叫做入世。但是呢也可以叫做出世。出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逃避现实，不是说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对，而是说在这个世间不受这个世间所困扰，这就是出世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入世但是不要恋世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可能我们就真正的能够离苦得乐。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